别装了，你俩的笑声不就是俩狐狸精吗？这声音绝对能防盗，镜头之外你指定都现出原形了。你说话还能再损点吗？这不也是为了拉近和莫离之间的距离吗？只有这样他才愿意理我呀。不信你瞅瞅，莫离过来，我带你出去玩。胡宝呢？哎呦，我好。看着没，就这么大差别，情绪可是有传染力的。这么可爱的小狐狸，谁能拒绝呀？